多数颈椎病表现为疼痛症状，比如说颈部疼痛和上肢的放水等疼痛。对于颈椎病引起的疼痛，多数病人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的方式得到缓解。那么非手术治疗的措施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，一个是颈部的制动，可以通过带软性的颈椎获得。在急性疼痛阶段，你可以给予局部的冷敷，急性期过后可以进行局部热敷，其他还有按摩、理疗以及牵引，也可以获得短期的疼痛缓解。疼痛剧烈的可以口服非甾体类的消炎药。以上都是保守治疗的措施。那么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，那么可以选择手术治疗。手术治疗可以解除止痛因素，效果比较可靠。